买了，让我陪你去。好的。这什么水果呀？这是白枣。嗯，好甜呀。姥姥，这长得跟树枝一样，待会怎么吃啊？熬出糖来可好吃了。这还能熬糖啊？我怎么没吃过？姥姥，你们找的好吃就是这个，这全是渣子呀。你没吃到才是渣子嘞。姥姥，我说这全是渣子吗？还没做好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姥姥，那么多菜就熬这么一点点，太不划算了。你不是说你不吃吗？谁说我不吃？姐姐才不吃呢。耶，快点尝好了，快点尝呢。嗯，姥姥，这好甜呐。嗯，姥姥，这太好吃了。嗯。